这次他如果再给我当了，我就直接给他赶出团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马，快被我大胡子哥气吐血了，兄弟们。兄弟们都出去干活了，就他一个人回家躺尸去了，联系都联系不上。今天早上啊，瑞家装饰副哥给介绍一个活人，免费给介绍的。我说大胡子，你拿工具你自己去干吧。电话里边谈好价格了，去了以后房东不给那么多钱了。瑞家副哥给我打电话说，那马别干了，咱家有的是活，不差这一个。我跟我副哥说，你让我们家胡子哥回去吧。突然房东想通了，打电话死活联系不上，买手机他就给你给当了。老马是真生气，不是老马双标，兄弟们啊！我刚刚在路边一个手机店里边花了几百块钱给他买了一个，这次他如果再给我当了，我就直接给他赶出团队。不是老马惯着他，是实在太耽误事了。平时他开车干什么乱七八糟的，太多事想联系的联系不上。胡子，嗯，睡挺好吧？都在干活，就你在家睡觉这样。唉，吃饱了吗哥？嗯，没有。嗯，咋你咋没干呢？今儿去看个活干不了。为啥呀？给的价钱太少了。就回来了。嗯，那你知道那边房东又打电话说又给以前的价了吗？你什么时候说了？你刚走没多大一会儿就给你打电话，告诉回去干吧。不知道，没点包啊。咋告诉你啊？手机都没有啊，还告诉你？生活唉，去高人一双膝高给赌五百，900块钱活他给500是吧？嗯。几点回来的？12点。再有个手机的话，能不能再当了，哥哥？当什么？当不了。少挣一点钱吧，哈哈。少挣一点钱没法儿，嗯。给你。表现好，这个手机就归你了，一分钱我不要。表现不好，我得全款要回来。嗯，听见没有？行。密码12345，有没有卡呀？我有一个卡，以前那个卡，那个破手机上的。没听见啊？嗯，挺好。挺好，好好用这个，别当了。嗯，那么大岁数了，天天喝饮料，你是的。哎呀。我低血糖，这边是甜，要不你天天吃糖。别低血糖，你可一天你能气死我，真的，你能气死我。再当了，胡子哥，咱俩就分道扬镳。嗯，当不了。明天你还上来干吧，那个900那个。行，自己过去吧。你上哪啊？我走，我上工地啊，看一个600平方一个活啊，600平方，有几扇墙，几个那个，全是剩下全石膏板墙。地面不知道拆不拆，就不拆地面也是个大活。行，你去。本来今天胖哥想在工地弄点猪肘子，结果兄弟们这个工地两个，那个、工地一个的。明天中午在一起咱们再弄吧。感谢支持王八大眼团队，拜拜，兄弟们，干就完了。